将阮的心肝放在你的手内，你感觉甲阮我看卖，不免什么誓言，不惊任何阻碍，若有你就有全世界。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啦？树米过去歹代志做伤济，只要嘛拢现世报了，可能这都是伊的报应。希望天公伯啊，会当给伊机会，好像袂当平安无代志。可是妈知影，树米上安尼，一定会足烦恼的。妈这人呢？哦，伊先过去看树苗啦，所以我准者，你才来遮。秋玉，还过一天没啊？以前有替伊急救过啊，今嘛因为秋玉体力透支，需要休困啊。秋玉。无花。秋。紧叫秋玉，无花。你放心啦。健康兄，家你也讲手尾拢丢回来。我歹看伊。手，手尾第几根？来救救！你要创啥？你需要休困啊？我歹看伊，我一定歹看伊。秋玉啊，啊你身体还没好完，你再来这要创啥？伊讲要伫遮等秋玉出来。秋玉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咱有约束过，要做好姊妹啊，要做伙参加小林小芬的婚礼。你袂用讲话无算话。秋玉，为着小芬，你袂用放弃你求生的意志。你哦，先等去病房休困一下，啊，若无烦恼，你的身体会自在稳定嘞。我要等到秋碧出来。陈董事长，林秋碧要不要脱离险境？也未呢。秋碧小姐，啊，你即摆身体有较好无？无啥物要紧啊。若无啥物要紧，我有一个要求。请讲。我想要请秋碧小姐。先针对江金泉抓伊，甲秋美，也搁江金泉死亡的案件来做一下笔录。左丁，你应该袂爱秋玉，带你等去警察局做笔录才对啊。我知秋玉小姐身体也未完全复原，咱就免等警察局，就暂时病房做笔录就行了。左丁啊，你着知影伊的身体也未恢复，谁人伊伫遐伊即马做笔录呢？这是我的责任。江金泉死亡的原因，阮必须来调查清楚，需要查清楚伊是自杀还是他杀。左丁，啊，你的意思是，
阮咧怀疑江金泉死是甲秋美秋玉有关系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。你是我，你是我。怀疑江金泉死是甲秋美秋玉有关系。组长，你要求秋哥来作弊了？你的意思是讲江金泉是伊杀的？我嘛无认定，人是陈秋玉杀的啊。但讲阮警方办案，嘛有合理的怀疑啊。喂，你嘛少拜托一下，什么叫做合理的怀疑？你也讲啊啦，秋玉手提起斧头，你拢讲江金泉是杀死的哦。组长，秋玉无可能杀人的。是啊，组长，秋玉是一个温顺善良的查囡仔，不管什么情形下，伊拢无可能杀死江金泉。只要你查清楚，秋玉一定是冤枉的啦。也毋过，我嘛发现到江金泉后脑搁石头碰着伤痕。秋玉小姐，是毋是你讲的？我承认。江金泉的懊恼是我用石头讲的，你是为了要救秋美，我不得已，唔才安尼做的。不是，秋哥伊是要保护伊家己，伊唔是超过伊要杀死江金泉。组长，我愿意跟你作别落去。不行呀，秋玉，你的身体还无恢复啊。我无代志。组长，咱即马来去北方征兵咯。秋玉啊，金泉姐，伊摕斧头，逼秋美想要杀伊，我一个着急，我着为涂骹。捡一块石头，为金泉姐的懊恼捡落去。秋，为着要帮助秋美，会当顺利逃走，我抓着金泉姐手内的斧头。秋小姐，来熬来呢。熬来是我。秋小姐，我继续讲落去啊。秋瑶，你千万唔通误马事实啊。秋瑶，你讲清楚，是唔是你甲江金泉扣扣聊聊的时阵，秋美有做啥物代志，所以你才无愿意讲落去？信不信是？我知影你真关心小玉小姐，也毋过你嘛袂影响着阮办案啊！麻烦你甲担当个事顶出去，莫影响着阮作弊咯。组长，我袂用出去，我要留伫遮陪伊。信不信是？本来作弊咯就袂用公开，我是代念秋玉小姐的身体状况怎样，需要恁来照顾，所以才有恁留在遮。你若不过安尼，我随时会跟你出去哦。组长，阿无，我徛喺边啊。万一听到你作弊了，秋瑶，你甲秋美拢是我的查某囝，不管是啥物人，我拢无希望会受到伤害。也毋过，应该讲实话时阵，都应该讲，只有讲实话，才袂造成危害。你甲江金泉扭扭捏捏，还阁发生啥物代志？后来，秋美昏倒，为着要救伊，我着将金泉姐手内的斧头抢过来，然后我着用斧头为伊拨落去。只有一死啊！
才袂对秋美造成威胁。不是，你讲白菜。我讲的实在话，人是我杀的。不是，平常时你连牙都杀伊都唔敢，人本来是你杀的。我今仔讲的拢是实在的情形，我无想因为家己要脱罪，伤害别人，造成我一世人的遗憾，所以我讲的是实话。秋哥，我拜托你，莫阁讲白贼啦，莫阁讲白贼啦。我必须要勇敢面对我家己的不对，对你，爸，无话，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我。秋瑶，走定。接受花露的制裁，秋公，秋瑶，北川，秋瑶今仔日要去看守所啊，我甲传一寡会当可以用的衫，啊，咱等下摕去便宜给伊啦。秋瑶的心骨安尼软，安尼善良，我哪想拢想无，伊个金钻太细。论胆量，秋美的胆量比秋瑶较大，所以有可能出手的人，应该是秋美，无应该是秋玉才对啊。秋瑶为了秋美，伊愿意放弃一切。伊的婚姻，甚至是伊的性命，是讲秋瑶安尼做，去我这个做老爸，是要哪接受呢？好啦，你莫艰苦啊，莫烦恼，咱即摆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替秋瑶找一个较好的辩护律师啊。而且秋瑶伊是自卫的，这罪吼袂判伤重啦。到这个地步，就尽量。哎，拜托你，恁两个卖恁油头甲面好唔好？恁这个表情，敢若讲。手啊，就要看手术，都永远袂阁出来同款嘞。拄到代志吼，上好是对好的方面去想啦。啊，像我个性同款，我相信手药吼绝对无代志啦。讲来咧讲吼，手药哪会遮尔戆啦？我咧烦恼，一声若横破落，可能要倒来机会足少。别哭啊！我哪有可能袂哭？一路遐入去，不知当时才会当出来，我哪会袂艰苦？妈，是的啊，请你原谅我，是我不好，无法度在你的身躯边。有好哩，秋瑶，我的代志你免管，但都是你，你都爱家己好好照顾你家己啊。妈，虽然我甲文华还未结婚，也毋过。你拢将我当作是家己的亲生查某囝同款的关系，我相信真感谢你。
卡准哪有可能？我实在真希望会当一世人陪伴在你的身躯边，甲你友好，甲你后台。当然不可能，会当甲我还佫有文化，咱会当永远斗阵。只要你是甲结婚，甲法庭表面讲钢筋全不是你抬，那安尼，咱一家伙啊，就会当和和乐乐生活斗阵。沈先生，我即马要来带陈秋玉去看手术，我不要你离开，手术无犯罪无杀人。我不要你离开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，最少靠你的人。你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沈先生，我今晚要来带陈秋玉去看手术。我不要你离开。手骨无犯罪无杀人，我不要你入去。沈先生，这嘛是陈秋玉千锤心灵的，我嘛要医院将你送去看手术。组长，唔该侬咯，手骨无可能带走。你们两个哪落去啊？要若无我，伊妨碍公务不重要，甲你抓起来哦。就算讲你甲恁抓起来，我嘛袂让步啦。秋玉。本来就应该伊送法办，我无希望恁因为我来妨害公务。陈秋玉，请你即马甲我来看守所。秋玉，组长，拜托你，给我最后一点时间，我有必要甲伊讲。好了，多谢你。多谢。秋玉，来，来客厅里。秋哥，你不能安尼啊！母亲，秋玉，你是若唔肯讲实话，你若是无要把实情讲出来，就算爸爸替你请上届好的律师，我无法度替你辩护啊！我无需要律师替我辩护，因为这一切拢是我做的。秋哥，你是安怎到即马阁安尼讲？你这么善良，要哪有可能杀人啊？你分明就是替秋碧打罪嘛！别再讲了，文华。秋碧这世人已经真可怜了，伊现在什么拢无啊，谁能够忍心让伊去坐监？等待是我，我有上好的爸爸妈妈，还佫有大家疼惜我，我有心爱的人，佮上好的朋友关心我，我这世人。已经真完整，已经无遗憾啊。秋哥，只不过我唯一无法度放心的，就是小林跟小芬。我拜托你，唔通将我犯法坐监的代志甲因讲，让因两个会当安心，第一个月就出头完，好无？我拜托你答应我。我跟我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讲。在我讲出这件代志之前，你先答应我好不？秋月，你是要阮答应你什么？你想问吗？你答应我好不？各位，秋月提出这款要求，一定有伊的原因。我愿意相信你，秋玉，我答应你。我没管你。秋玉，爸爸答应你，什么要求？你讲。我离开庭的时阵，你拢莫来。现在袂用去。对啊，秋玉啊，在场每一个拢是最爱你、最关心你的人。现在叫我卖去咧，因为我希望
我伫恁大家的心目中，永远拢是迄个温柔善良的秋月。我不爱让恁大家看到我伫欢喜，予人新闻时的模样。恁答应我好无？我拜托你。我唔答应，我唔答应。爸，你答应我，你成全我好无？妈，爸爸答应你。多谢爸爸。陈秋娇，时间差不多啊，那你先出来啦。你不用去啊，秋娇。秋娇，我走，我陪你平安。秋月，你的衫裤，妈妈给你穿好啊。多谢妈妈。好，来，请。秋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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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秋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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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哥，秋，一定，一定，别睡，一定。算破的日子啊，妈，以后我就无法度搁伫咧秋美的身躯边保护伊啊。我即摆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予伊一个自由的人生，希望伊会当好好珍惜。咱秋月马上就要宣判，我们阿丽去地方看伊。秋月，秋月，今日就要判刑，一生你家己抬啦。一点我拢无替家己辩解，秋梅，你坚持吧，你敢袂当甲迄天的状况，拢甲我讲，迄天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秋梅，我相信秋梅伊绝对无杀人，你讲对吗？秋梅。我拜托你，你精神啊，你精神啊！你甲迄间个代志甲我讲好无？秋梅，你真跑得挺大，是不是听着我在讲话？秋梅，假使你若听着，你阁打一摆好无？敢讲我看，你听到啊？你听到啊？是不是？秋梅，你听到我讲话啊？是不是？秋梅，医生，医生，秋梅，我看到你精神啊，你精神啊！秋梅，代志敢不当有转机，都靠你啊！你精神啊！秋梅，医生，头戴正头叮当，敢那听着我咧讲话呢？你紧看麦啊！
你清醒了，你总算清醒了。秋瑶嘞，你人伫倒位？伊伫看守所，都要因为杀人罪控宋波。宋波，没有，不是伊的。你讲什么？秋瑶伊无杀人，人不是伊的。算命子，爹做爹。医生，我想要带小美来去化验，敢会用的？这无外好吧？平常身体非常的虚弱，并且还打精神尔尔，应该会记好个。医生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给我记好不？我一定爱记。医生，秋哥都因为杀人罪去化验，只有小美才当救你。这关系到秋哥一生的命运，我拜托你，让我带伊去，好不？四十八年生，四十七岁，涉嫌于今年三月二十日以无杀害江金泉致死，情节重大，手段残忍，且无悔意，经检察官起诉，审理终结。林秋玉所犯罪行，按照刑法271条，判处死刑。林清玉，你有什么话要讲？小等者，清华的江金泉的死是我造成的，我才是真正的凶手。林清玉，原本应该有一个真慈爱的父亲，幸福的婚姻，疼惜伊的后生。是我，是我一手给毁掉的，是我。林秋玉是我的世界，我今麦所拥有的一切，应该全部拢是伊的，包括今麦徛在我身躯边的这位红衫，嘛是伊的。是我用无正当的手段给抢过来的，姐，我对不住你，你的一生全部拢是我害的。若不是我，今日你嘛袂成为杀人凶手，请你原谅我一下。这个案件。法院已经发落警讯，当时的情形到底是安怎？我即马是希望恁两个姊妹啊，会当当面对质，讲个清楚。组长，迄时阵江金泉伊也波头威胁我，爱我跳下山崁。阮姐姐以为着要保护我，怎甲江金泉起冲突？我看情形唔对，我着甲江金泉的手，甲波头也抢过来。我是一时着急，才甲江金泉害死的。我讲的句句是实话，当时的情形确实是安尼。不是，不是，组长，代志不是安尼。江金泉是我杀的，是我，我为着保护我妹妹，我一时着急，我唔才会杀伊。我讲的是事实。姐，我知你是疼惜我，啊，不过代志是我做的，你无需要替我担罪。我无替你担罪，组长，我讲的是事实。这个案无必要再更新。我就是凶手，姐。你两个姊妹啊，感情这么深，姊妹啊情深，我是看真济啊。也毋过，请恁替对方脱罪，讲家己是杀人的凶手，我是头一摆看到的啦。组长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才是真正的凶手。我甚至应该乖乖地做一摆让你看，
无看到江金泉提阮姐的红裙，阮姐根本袂喘气啊，已经要跋落山崁啊！我喊真大声，我喊一声，江金泉头啊，过来看我，我着真大力举斧头，飞的举头要滚落去！林秋玉，你之前所做的笔录，甲这摆林秋玉所讲的，完全拢无啥共款。你有要解释一下吗？林秋玉，你安尼用心用苦，要替你小妹担罪，也毋过你小妹已经甲事实真相讲出来，法律所讲究的是事实甲证据，我嘛袂使听到你一面之词就甲你定罪啊。所以，阮即马就暂时甲你两个收啊！我即马要召集专案小组，甲法医，甲这件案件重新调查。主任，多谢你，你一定爱替阮姐姐一个清白。嗯。想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这么多年，你还要这么辛苦，我不愿让你后半世人跟你坐监。姐，我一世人，你替我担的罪，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心灵，求你的，大哥，你有这块老来看单位？来，开门看看，看谁的哟哈。文华、廷妃，啊，佮阿俊啊，去接秋玉，那佮即阵也袂转来啦。妈，你莫着急啦，头拄仔廷妃伫楼下敲电话转来，讲伊要到啊啦。哦。秋玉。阿文啊，啊，秋玉转来袂啦。文川，啊，你人无爽快，毋着伫个房间倒。啊，秋玉若转来啊，我会叫阿俊去甲你叫啊。我听讲秋哥今仔要转来，管他倒一条啦。秋哥转来，秋哥转来，秋哥转来。哎，秋哥转来，你下过火咯，再过温。啊！火炉下过，下面头拢装过，交几秒秋哥，你就平平安安吃饱火。赞。是的啊，互恁烦恼啊。秋玉，欢迎回来这厝里。多谢你，雅婷。爸，是的啊，我让你担心吗？心态安怎？你即马看起来气色比之前更加好哦。是啊，我恢复甲差不多啊。厝诶，一切拢好无？大家拢真好啊。对啦，我甲你讲一件代志。你叔公
你可能会当以过失杀人起诉，阮会尽量把你拍官司，减少你的刑期。其实对我来讲，不管是坐监，还是伫疗养院，拢是同款的啊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。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其实对我来讲，不管是坐监。但是伫疗养院，拢是同款的啊。我用伫遐内底，好好反省我家己。我这一生，亏欠的人伤多啊，我还不起。假使若是有后世人，我也希望会当好好弥补你。秋美，你要有信心，你一定有机会出来。照顾小芬，我敢来希望，伊唔通怪我一个歹妈妈，好伊无面见啦。不会啦，小芬不爱那想啦，伊伫伊批内底哦，嘛是真关心你。伊讲，等伊放假，伊要倒来看你。我想要甲文华讲话。秋美，文华，是嘞，我夺走你遐尼侪年的幸福。哎，过去我心过自私啊，我俩阵。我甲你留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就会当得到幸福。我的爱，甲咱两个人锁绑甲袂喘气，嘛耽误着阮这侪青春。我亏欠恁两个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秋美，过去代志都莫阁讲啊，我袂阁怪你。一个请求，我希望你会当答应我。我做会到的，我一定会答应你。答应我，赶紧跟阮姐姐办结婚。我讲的是真实的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好不好？秋美，老实讲，我要查秋月的决心，我从来不放弃过，只是。只是秋月非常坚持，伊希望我会阁接受伊。秋月，是嘞，你知影我真正做袂到。我了解啦，我若真是爱一个人，都无应该去伤害伊，等到爱心转移，祝福伊。会当看到你甲姐姐有幸福美满的婚姻，是我上大的心愿。文华，我来跟姐姐讲。秋月，什么代志？姐，我到底要去用判刑啊？我是袂好看到小芬穿新娘衫，啊！不过我希望会当看到你穿新娘衫。答应我，赶紧甲文华办结婚。姐，文华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是我用无正当的手段抢过来。今麦我甲文华还你，会当看到你甲文华幸福美满，是我上大的心愿。
我是用大的安慰，请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好不好？是安怎？这算是我救你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遍请求你。过去我对你的请求，拢是你的伤害你。我即马想起来，感觉真是真见笑。我想要弥补你，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答应我，要那无，我永远嘛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对你甲文化所造成的伤害。姐，请你答应我好不好？答应我。你的生存，我会到文华结婚。我会用我最大的真心，也和爱心，照顾秋月，保护秋月，回过幸福快乐日子，绝对袂辜负伊。甲文华要结婚，所以特别招待我出来做新娘。因体谅我的心情，特别让我过来参加你甲文华的婚礼。阮是哦，公事公办啦。啊，你咧新门山要甲医生看守所，顺路经过遮吼，并不是讲专工要来参加恁的婚礼。昨天哦，你可以，我能了解。不管怎么讲，多谢你。
恭喜你，你甲文华总算是要结婚啊！我真是足替恁欢喜的。秋蜜，多谢你，我真爱多谢你。假使若不是你，我无可能活到今日。姐，你给我的爱、包容、甲关心。我会永远记在心内，多谢你。囡仔，已经完成婚礼啊，请用意。就将你的心肝，点点的情感。姐，我袂用在遮伤久，我好来走啊。姐夫，我相信你会好好爱阮姐姐，伊真是待在你疼惜。我祝福恁两个幸福快乐，白头偕老。秋碧，多谢你。昨天，咱来去啊。秋碧。恭喜你，会当做你的小妹，我真是感觉足幸福的。假使人生若是过当重来一遍，我甘愿放弃一切，我要永远跟在你的身躯边，跟你相依为命。你敢知影？我嘛真欢喜。为你这个小妹，我结婚，你用得考心头，用尽千秋才明了，提醒。